在我最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完全是靠自学。我当时信心满满，但是由于使用了效率很低的学习方法，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没有遇到太好的老师。虽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过了一年半还是没有明显的进步，这让我非常的懊恼，很受打击。又过了很长时间，经过我和我的朋友坚持不懈的研究，我们终于探索出来一种短时高效并且乐趣十足的学习方法。在目前的市场上，我们还从没找到任何一款产品能为打算精通中文的外国人提供系统的学习方法。这一位置其实还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为了达到目标白费了太多时间，或者干脆在中途就放弃了。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为所有人解决了，帮助消除西方和中国的沟通障碍，可以算是汉语蓝图最深层的价值观。众所周知，学好并掌握中文与高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实际上鼓励我们不断努力下去的动力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和中国人畅通无阻的交流潜力能给世界带来无比巨大的正能量。我们热爱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我们坚信你们学好中文之后，你们也会